现在很多人都会在婚后出轨，说是他们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一拍两散了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事情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故事中的女人公名叫慧芳，男人名叫小杨，两个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起初，小杨在大学的时候对对方穷追不舍，这让慧芳感觉到这个人对她是真心的，于是她就答应了做小杨的女朋友。随着大学毕业之后，两个人就商量着把婚事给办了。于是，在双方父母的决定下，是他们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结婚，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。但是令慧芳不解的是，眼前这个男人，他竟然是一个性冷淡的男人。每当自己在小杨面前表现得很妖娆的时候，小杨就会说，导致一种是对自己产生不了兴趣。但是慧芳自己心里也清楚，像这种男人是最适合过日子的人，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背叛自己，去外面找别的女人。但是令慧芳又不解的是，为什么自己的男人会对自己没有感觉呢？都说女人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。女人一旦在上了年纪之后，她的性需要是非常强烈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作为她的男人，你不会去满足她，就会让她感觉到你不是真心的喜欢她。于是他们两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变得很枯燥乏味，因为慧芳总是想得到她男人的喜欢，可是她的男人根本就不会对她产生兴趣的。也许他们两个人结婚有30年了都没有怀孕，然后再一次公司安排慧芳出差，因为原本慧芳就谈过好几段感情，都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让慧芳心里面感觉到一丝暖意，因为公司安排她出差的地方就是在她前任男友那里面，慧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机会，于是她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直接答应了。慧芳回到家之后就跟她老公说，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这时她的老公说，没事，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会在家里照顾我们这个小家的。慧芳到达工作目的地的时候，她就开始联系了她的前男友，因为她的前男友现在是开一个小酒馆的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一边喝酒一边聊着过去的事情，让两个人觉得回忆总是满满的。人一旦在喝完酒之后，一时就会非常不清楚。他们就这样慢慢的，两个人就相拥抱在一起了，之后就发生了性关系。可是令慧芳非常气愤的是，她老公的同事竟然当天也在这个地方，正巧碰见了这种场景，她就把她出轨的这种行为给拍了下来。当慧芳出差回来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就把这些照片摆在了她的面前，问他这次出差是不是和往日效果不同，于是没有办法，他就和他老公离婚了。婚后的日子让慧芳非常悔恨，他还是怀念以前那个痴心对他的男人，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个男人才是真心爱着他的。但是不管自己现在有多么的悔恨，时光都不会倒流到从前了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他也不可能在你做错事的同时还让你停留在原地踏步不动。出门在外，有心无碍。对比丈夫小杨，还是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但为时已晚，一切痛苦只能自己慢慢消化。可是失去家庭的代价实在太大。